讯软体竞争激烈，业者为了拼人气，不断的推出好康优惠。微信 WeChat 就打出只要加入会员，400台的 iPad 免费送 ；Line 则是打出免费送贴图和游戏，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用户。哎妈，我现在赶到了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我在。拿出手机，按下通话，立刻就能传输语音讯息，和对方做最直接的沟通。你看，这边有一张粉红色的。除了用语音之外，及时的视讯通话更让彼此之间零距离。听到语言，你可以知道对方的心情是什么样，是可以马上分享跟体会的，很棒。不管是相隔两地要联络感情，还是茶余饭后的闲话家常，随着 APP 通讯软体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，业者推陈出新，要用功能性来拉拢客户。他常常在外面工作，碰不到他。所以现在有这个语音视讯，很方便。这个就增加了人与人沟通的一步，所以你就大家都是可以面对面聊天，非常方便。很好用。除了讲究方便和功能性之外，业者也推出了送礼好康，要来抢人气。像是 WeChat 就打出了送平板电脑的抽奖，而 Line 则是打出了可爱贴图和可爱游戏。各家业者推奇招，就是要在竞争激烈的网络社群大战中，虏获每个用户的心。